干嘛？等一下再改，趁现在珊珊不在，你赶快告诉我，志培到哪去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嗯，他跟你一起去学校，你会不知道他到哪去？你骗鬼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嘛，你不相信，就算了。这么说你真的不知道了？嗯，志培这么一声不响，偷偷溜走，连你都不说一声，这证明我猜想的不错，一定是美兰回来啊，她偷偷的去跟他见面了。你看，想到哪里去了？别瞎猜，这种话让珊珊听见了不太好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趁她不在的时候说啊。哎，你看，我们要不要到季家去一下？我想不用。你猜想的不一定对。再说志培，就算要去季家，他也应该说一声了，不会这样一击不受的就不见了。哎呦，这个说不定。哎，现在年轻的感情啊比我们复杂多了。哎呀，跟你说这个你不懂啊。那拿去，你去改作业，我去看看珊珊。阿金，不要在珊珊面前乱说话。珊珊，你不用等了啦，志培不会那么快回来的。阿金姐，你是不是知道志培到哪里去了？哎，不不不，我怎么知道嘛？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嗯，他要回来，不是早就回来了吗？哎，我们进屋里去吧，外面蚊虫这么多，你不怕被咬啊？没关系，我不怕。难得上山来，多吸点新鲜空气也是好的。哎，对对对。山上的空气跟台北是有点不一样啊。哎，珊珊呐，你跟志培到底有什么打算呢？什么打算？阿金姐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哎呀，有什么不懂的嘛？你跟志培现在到底怎么样啦？嗯，是不是应该先订个婚什么的，免得志培被别人抢走了？阿金姐，不会的，我很相信志培，他不会说变心就会变心的。而且如果志培的感情会轻易的改变的话，就算是我们现在结了婚，他要变还是会变的，那又何必多那么一层形式上的约束呢？话是不错了，嗯，可是有名分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啦。哎，最起码你可以名正言顺的警告那些不怀好意的少女，哎，陈志培是名花有主的，你们少打他的歪主意。阿金姐，难道你跟老师订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？也可以这么说了。哎，自从我跟他订婚以后啊，我的心里啊就踏实多了。至少如果有人要打他歪主意啊，我就可以大着嗓门说，哎，我是李文川的未婚妻，你们谁敢动他的歪脑筋啊，小心我跟你拼了。阿金姐你真可爱。哎呀，你别笑我嘛，我说的都是真的耶。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怀疑志培到哪里去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边有个学生叫季美英，她的姐姐季美兰，在你跟志培分开的这段时间呢，她跟志培走得很近，志培对她啊好像也不错。虽然美兰后来去了台北，可是他们就已经有了那么一点点感情了。今天晚上志培突然不见了，一定是美兰得到消息，特地从台北赶回来约志培出去的。珊珊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可千万大意不得哦，搞不好啊，志培啊就会被美兰抢去，到时候啊连怎么一回事你都没搞清楚呢。阿金姐，志培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。至于那个季美兰，我也认识，我相信她也不是你说的那种女孩子。总之，志培偶尔晚回来一次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我们不能，也不该随便乱猜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阿金姐是完全为我好，我很感激。可是，阿金姐，你可以放100个心，志培他绝对不会变的，绝对不会。珊珊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那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也没交代他去哪里了，
那你怎么替他解释啊？我想，志培的心情现在一定很复杂。他爸爸的出现，带给他的震撼一定很大。他又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在心理上，他当然渴望有个爸爸。但是在情感上，他怕承认父亲了以后，会对不起曾经被遗弃的妈妈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造成他不得不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好好思考。总之，阿金姐，你不要紧张嘛。等志培回来以后，一定可以证明你的猜想完全是多余的。志培，他绝对不会变心的。哦，你就对他那么有信心啊？嗯。好吧，我也希望是我猜错了。志培呀，志培呀，珊珊对你这么好，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她呀。你想不想知道我刚才跟你妈说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过去的恩恩怨怨就让它过去吧。从今以后会负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让他在天之灵也能够安心。我打算回台湾来常住，你哥哥在台北已经买好房子了。志培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台北吗？我不去。志培，你听我说吧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跟你说过，你不要想做任何的补偿，我不会原谅，永远永远也不会。你够了，你已经闹够了。我是你父亲，虽然当年我做了什么，那是我和你母亲这件事情。你是我儿子，你凭什么判我的罪？整件事情谁是谁非你没有弄清楚，你凭什么判定完全是我的错呢？你跟妈结婚以后，你又爱上了别的女人，你遗弃妈，你把我们赶出家门，这总不会错吧？不错，年轻的时候我是荒唐过，到处拈花惹草，我甚至才说过不要你妈的话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是谁逼我这么做的？是谁？是你妈。这一切都是你妈造成的。你胡说！一定也没有。你妈就在前面，我可以当着她的面把当年的事情跟你说得一清二楚。当年他人虽嫁了我们陈家来，心却没有嫁过来。他不甘心做我的妻子，他的心里一直另外还有一个人。胡说胡说！志培，你妈已经死了，我犯不着再说她的坏话。今天不是为了让你了解真相，我宁愿这个秘密永远不被揭开。你不必说那么好听，就完全是为了推卸你的过错编出来的谎话。我不信。事实是这个样子，由不得你不信。妈跟我结婚以后不跟我讲话，不准我接近她，对我漠不关心。试问我是一个男人，我有我的自尊，我怎么允许我的妻子用这种态度对付我呢？于是
开始报复，他冷漠，我比他更冷漠。他心里有别的男人，我就去找更多的女人，要让他知道，我陈玉谋不是没人爱的傻瓜。不要再说了，不管你说的多么天花乱坠，我还是不会相信你讲的每一句话。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信不信就由你了。不，不，你胡说，你胡说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他是谁？你说，你说。你说不出来了是不是？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人。你刚刚说的全部是你编出来的谎话。不是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个男人就是你叫他老师的李文川。不许你污蔑你老师，不许你污蔑我妈。志培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说的不是真的。这些年来，我自己也常常在想，我当年是不是错了？我是不是冤枉了你妈？我甚至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的后悔。你当然是冤枉了妈，你早就应该后悔。可是这一次回来，尤其在山上见到你和李文川，更证明了我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。你不要激动，我会把理由说给你听的。你妈的心里如果一直没有李文川，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呢？我是你父亲，也是你当然的法定监护人。妈临死的时候为什么不找我把你托付给我，而把你交给李文川照顾？至于李文川，我看他对你也不是什么师生之情，他待你如亲生儿子一样，就完全是移情作用。由此可见，我没有冤枉任何人。我们家庭会破裂，追根究底，都是因为李文川。不，你完全弄错。李老师在我读高三那年，才出现在我母子的生活里，在这之前。妈甚至于连想都不曾想过他会是我的导师。不错，妈是把我托付给老师，那不但是因为她相信老师一定会好好的照顾，更是为她根本不晓得你在哪里。她走得这么突然，我除了投靠李老师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而你的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只知道苛求别人，要求别人怎么对你，你怎么不去想想你应该怎么去对待别人？你责怪妈心里只有老师没有你，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，如果你对妈好，对家庭肯负责，妈的一颗心怎么会被一个不可知的梦幻所占据？你太自私，自私的令我寒心。我不要再见到你，我要走了，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了。咦，你找谁呀？美英不记得我啦？哦，珊珊姐姐啊，我来开门，你里面坐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坐，我还有事。你一定来找我姐姐，对不对？你姐在不在？我是说她有没有从台北回来？没有啊，她很久没回来了。哦，那我走了。珊珊姐姐，嗯，你要回台北去了吗？
还没有，我暂时还住在山上。那你住在哪？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以住在我家。现在家里除了我以外就没有别人，空得很。谢谢你，美英，我有地方住，我住在你们李老师家。啊、哦，原来你也认识李老师啊？嗯，他是我叔叔。真的？那太巧了，那定也认识住在李老师家那个大哥哥喽。大哥哥？就是陈志培，陈哥哥啊。我告诉你哦，他是我姐姐的男朋友，他们很要好哦。志培，啊，阿金姐，你到哪里去了吗？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呢？我回铺子去一趟，去给我妈烧烧香。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？害我们大家为你着急，也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真是的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下次不会了。算了算了，可千万不能有下次哦。珊珊。志培呀、啊，阿金姐，珊珊呢？她没有回台北去吧？还说呢，你昨天这么一声不响就走，害她担心的不得了，一晚上都没睡呢。我就是要找她，向她道歉的嘛。阿金姐，你快告诉我，她到哪里去了？她呀，她好像去找美兰了。去找美兰？嗯，我猜呀、啊，她是找不到你，没办法，只好到季家去找你喽。她为什么要去季家？难道他怀疑我跟美兰？珊珊呐、啊，昨天晚上还口口声声说对你很放心，可是今天早上忍不住还是跑去找你了，可见啊，他的心里啊还是放心不下。哎，志培，你倒说说看，两个女孩，你到底喜欢哪一个？哎，你总不能两个都喜欢吧？哎，志培。珊珊，珊珊，志培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处找不到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急急忙忙回来告诉你。我没有去看美兰，我不知道她回来了。真的，我发誓，我没有瞒着你偷去看她。好啦，知道你没有，干嘛发誓？我是怕你不相信我嘛。怎么会？只要你说的话，我没有不相信的。真的？那你怎么不问我昨天晚上我到哪里去了？好，我问，昨天晚上你到哪里去啦？那个跟你一起上山来的，自称是我爸爸的人。什么自称？他本来就是你爸爸。好吧，就算他是吧，你猜他怎么样？怎么样嘛，别卖关子了，有话赶快说嘛。好好好，他没有走，他还在花莲。哦，昨天他来找我，亏他还记得今天是我妈的生日，他要我带他回埔子，到我妈的坟前去烧柱香。真难得，你爸和你妈分开那么久，他还记得他的生日，可见的他一直没有忘记你妈。志培，看在你爸对你妈这份心意上，不管他当年做错什么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我是这么想啊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带他去了。谁知道他误会我妈和李老师会这么深，还说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话。我一气就先跑回来。我可以原谅他遗弃我们母子这么多年，可是我绝对不能原谅他侮辱李老师和我妈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心好乱。那就暂时不要去想他了。回来见过老师了没有？下次出去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跟老师说一声，免得他替你担心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他也一夜没有睡觉，今天早上又匆匆忙忙地赶去上课，
他老是这样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李主任，李主任，糟了！李老师，糟了！出了什么事了？你快去看看，以往他病了，他热度好高哦。陆老师，我马上带他下山去看医生，麻烦你跑一趟，去告诉阿金。哎，陆老师，李老师还没有回来呢。我知道，我来找阿金姐的。陆老师，你找我有事啊？阿金姐，李主任要我来告诉你，伊万娜病了，他刚送她下山去看医生。你看你，不听老师的话。有病不好好待在家里休息，非要硬撑着到学校去上课，结果把小病弄成大病，自己的身体亏损不说，还让陆老师为你担心。你想这样子做对吗？对不起老师，我错了。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大姐姐，她说她叫珊珊，她到山上来找你，现在暂时住在李老师家。啊，对了，大哥哥也从台北回来了，他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校工，每天帮我们摇上下课铃，好好玩呢。姐，你能不能马上回来一趟？我好想你，大哥哥也是，还有你的好朋友珊珊姐姐。大家都在等你，你快回来吧。于小姐，董事长在不在？在，在里面。董事长。于小姐，坐坐。有事吗？董事长，大小姐到花莲去了。是啊，怎么？我妹妹来信说，她在我家等我，我想请两天假。回去陪他到处走走，尽尽地主之谊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反正这两天厂里也没什么事，你去吧，告诉珊珊，在那儿多玩两天，用不着急着回来。看到都不好意思，这里根本不会有人来的，谁也看不见我们啊。姐，你回来了，你收到我的信了。姐，快点快点，我们现在就到李老师家，珊珊姐姐和大哥哥等了你很久了。不，不要去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已经看到他们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的脸色好难看啊，
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没什么，还说没什么，一定是生病了。我去叫大哥哥。不要，我大概好久没走山路，有点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美英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做功课啊，快断考了，老师出了好多习题，要我们自己回来做。有没有不懂的，拿来给姐姐看。还好，这些题目我差不多都会做。姐姐不在家的这段日子，你的功课都还好吧？嗯，我听姐姐的话，一放学就温习功课，有不懂的地方就尽管问老师。我想这一次断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真的吗？那你每天的生活呢？你又要读书，又要洗衣烧饭，还过得来吗？很好啊，姐，你放心啊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，你不要为我操心，安心的回到台北做你的工作。只不过什么？是想到妈被关在牢里，不知道过得怎么样，心里好难过。姐，你最近有没有去看妈？我去了，上个礼拜才去的。妈怎么样？她还好吧？她最近精神不大好，身体也比以前差多了。我真后悔，我不应该报警把她抓起来，都是我不好。不，姐，你是为了救我，是我连累了妈，是我害妈去坐牢的。阿玲姐，你们在干嘛？还说呢，台风要来了，你们还不帮忙准备台风工作，还跑出去玩？这个时候天都快凉了，哪还会有台风？台湾的气候多变，气象局说啊，不该在出现台风的季节里出现的台风，越让人防不胜防，所以呢，才呼吁大家早做准备。老师，阿金姐，你们也太紧张了吧？哪里有什么台风呢？你知道什么？这个台风明天就来，而且直扑花莲呢。姐，外面风雨那么大，为什么急着走呢？我厂里的工作很忙，只能请两天假，我今天一定要回去。可是外面的风雨，花莲有台风，台北不一定有。姐，这不是理由，你在骗我。昨天半夜里，我看见你坐在客厅，哭得好伤心，好伤心。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快告诉我。我没什么。美英，你就不要问了，让我走好不好？不行，姐，现在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你有事不告诉我还能告诉谁？虽然我年纪小，不能帮你什么忙，可是至少你要让我知道你受了什么委屈，让我分担你一点烦恼。姐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美英，你就让我走好不好？如果你非走不可，那也等台风过以后再走啊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走。姐，你不要走。姐，你放手。你不要走。姐，找大哥哥，他在不在？李老师担心学校的教室被台风吹垮了，他和志培一起到学校去看看。你找他有什么事？
我要问一下，大哥哥是不是跟我姐姐吵架了？你姐姐？嗯，我姐姐刚才难过，冒着风雨回台北去了。你姐姐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下午。啊？昨天下午就回来了？是啊。咦，珊珊姐姐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姐姐说，她昨天在路上见到你们啊。她见过我和志培。嗯，我以为她回来，如果看到你们会很高兴。可是没想到，她一回家，一直不高兴，昨天半夜还哭了好久。阿金姐，我要马上赶回台北去。珊珊，外头风雨这么大，你怎么走啊？再说志培跟你老师都不在，你不跟他们说一声就走了？我非要赶回去不可。老师回来，麻烦你替我跟他说一声。阿金姐，再见。哎，珊珊，万一路上发生山崩，那多危险呐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让你走了。阿金姐，求求你，我无论如何，我非要赶回去不可，迟了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董事长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非辞职不可。没有任何理由，我只是觉得我不配，我做不了。求求你，不要再说了。等他回来，请你代我谢谢他。再见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你刚是在跟谁通电话？是顾波波？你要辞职？你不做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妹妹说，你昨天下午就到家了。她说，你在路上见到过我们，我和志培。你真傻，当时你怎么不跟我们打招呼？你还为了这件事哭了一夜，又冒着大风大雨、山崩被困的危险，硬赶回台北来跟顾伯伯辞职。你这么做，是不是完全因为你以为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你好傻，好傻！你以为我和志培，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不能让你知道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志培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，我欣赏他，你同样也可以欣赏他，这没有什么不对。不，不对，不对，你完全弄错了。你以为我抢了你的男朋友，是不是？美兰，
你别傻了，我怎么会做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？我跟志培只是因为他是我男朋友的朋友，所以我们才认识交谈，顺便一起玩玩的。我的男朋友你也见过，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你住院他还来看过我，个子长得不高，一脸鬼灵精怪的那个，他还在李老师的学校里面当过工友的那个邱振辉，他也是李老师从前的学生，大家都叫他小乌龟。他跟陈志培是嘉义东中的同班同学，因为小乌龟的关系，我跟他们班上的人都很熟，尤其是陈志培。如果因为这样你就以为我跟陈志培要好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还好这个误会没有传到小乌龟的耳朵里去，要不然那个家伙一伙说不定跑来兴师问罪一番，那我就麻烦了。美兰，到时候你可要帮我说说话啊。珊珊，你对我真好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请你所有的力量来帮助我。你在我最需要友谊的时候，付出了你全部的友谊。你帮助我逃出火坑，你帮我治好了我的病，你帮我找到工作，安排了现在这个住的地方，鼓励我，安慰我，激发我向上，给我活下去的勇气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，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。所以如果你要我用任何一样我的东西来报答你，我都会心甘情愿地答应的，哪怕是要我的命我都愿意。更何况只是一个男朋友。美兰，你在说什么？珊珊，别再说了，你的谎言实在编得不太高明，你就不要再白费力气了。我现在就走，我现在就搬家，以后你再也看不到我了，那样你跟志培就可以安心的在一起，再也不用为了怕亏欠我而在心理上有任何负担。你看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相信我真的是小乌龟的女朋友？志培是你的，他永远都是你的，你根本用不着退让。我是你的朋友，我不会骗你的。你尽管安心地在这里工作，志培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。记不记得你在医院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，你又是怎么答应我的？
别忘了，我祝福你、鼓励你的那些话，更别忘了你曾经立下的那些豪情壮志。你要奋发向上，你要读书，你要出人头地。那么，现在怎么能因为一点小误会就掉头而去？你这样对得起你自己，对得起我，对得起我们的友谊吗？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反正我不许你走，不许你辞职，不许你搬家。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你就是不够朋友。三三，妈，我已经替你办好了保外就医的手续，明天就可以来接你回去。你来这了做什么呢？你恨不得我死在这里你才高兴呢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那我要怎么说？说我谢谢你送我来这里吃不要钱的饭，谢谢你每个礼拜来看我这个大梅香。妈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出去以后我会好好孝顺你，请你不要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妈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原谅你？谁要原谅我？季太太，你女儿也没有错，谁叫你那么狠心，卖了一个女儿又卖一个。他是为了保护妹妹，又不是存心跟你过不去。不要你多嘴！我说你，你还不服气？你看，你心这么狠，要卖你的女儿，你女儿还这么孝顺你，不但不恨你，还要帮你办保外就医，而且每个礼拜还按时给你送吃的、送穿的。你有这个女儿是你的福气，你应该好好的珍惜你的女儿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有这样孝顺的女儿，别人家有万贯家财，还要值得安慰？我跟你说，你在保外就医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如果好好的不犯错，那等期满以后，说不定还可以提前假释。真的呀？我以后不用回来这里呀？当然了，不过那要看你的表现如何才能决定。我劝你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你女儿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有那种卖女儿的念头。知道，我知道。妈，我送你到医院去。送什么医院啊？不必啦，能离开那个鬼地方啊，我病就好了嘛。好久没有看到我的家，赶快回去嘛。能回家真好哦！我以前不知道我们故乡这么漂亮。妈，你身体不舒服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